what's going on? What's going on?说穿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在这个生物界哈，真的是公的长得比母的好看。哦，是吗？是这样。对，那母的会吸引公的的时候呢，就是它发情，可能要孕育下一代的时候了。对，所以呢，那个是在生物界。那在人类也是啊，在这种人鲜肉市场上面，如果说我们已经没有外表、没有身材，那我们就要用点心机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找不到种。一种很好的男人，传宗接代吗？所以这心机我们要好好来学一学。这一集哦，很多粉领族你要好好看，看现在小女生有多厉害。首先，我们就来问大家，女生对男生耍心机的时候，请问你看得出来吗？不管你是男生或是旁观者，我会看得出来。金洋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也是假装。我有的时候是假装，有的时候是真的看。你跟瑶瑶第一次碰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？这个我们很好奇，是谁耍心机？没有耍心机，都是很正常的。你有没有用什么方法接近他？接近他？没有，一开始会认识，就是因为我一个学长，他是他国中同学，娓娓道来。所以也没有刻意啦。那中间他没有做出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，他是为了要拉近距离，所以作为一个电商，其实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发现，就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不讲就对了，是不是？讲一个嘛。对啊，是不讲没有，就是可能我们出去或者是干嘛，然后可是我就是都很淡然处之，觉得装酷，对，耍帅。那他有没有在你面前不小心跌倒啊，或者要拿帮我拿那胡椒罐啊，或者是？这没有哎，因为我就是他如果跌倒，我可能就还是要耍帅一下。跌倒要耍帅，帅啊，靠帅来吃饭，干嘛耍帅？好，反正金洋的心机是耍帅，是对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不太一样，但是女生都看得出来 ，Connie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才就是我觉得是看对方你有没有兴趣啊。就是如果他还是你有兴趣的对象的话，就会故意掉进他的陷阱里这样子。对啊，还是要被爱妄，互相有一点来电，要不然心机算尽也没有用。没错。但是说到这个兴趣呢，今天来的特别来宾呢，其实就是很多女生会对他们想耍心机的，一起欢迎gentlemen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gentlemen。哇，哎呦，帅气，帅帅，有新的这个专辑，对不对？对。要送给我们，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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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 gentlemen， 恭喜恭喜。介绍一下你的新专辑。哇 ，wish， 你现在改叫 wish 的，对，之前是我们的培帅，培帅，培训了多少年啊？4年。4年，大学都要毕业了耶。对。哇，这4年是一开始。就是早期的四个嘛，这4年当中，大概有训练什么内容？像是唱歌啊、跳舞啊、健身啊，还有个人的像是乐器的才艺。对，对，哦，好，慢慢可以看得到，待会可以听到歌。刚好我这边也是有一张漂亮啊 ，CUG 的专辑回送一下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这个切磋一下，大概培训了多久 ？CUG， 大概培训了大概4个月。好，有一个月，因为每个人都身怀绝技，早就已经培训。因为其实早就在十几年来刚踏入演艺圈那一天，我就已经在准备好了。是，对啊，他们的新歌《代替太阳》非常好听。是啊，不，是谁？不哦，他们的，是他们的。拍着拍着 ，CUG 是夜店咖跟小坏坏。夜店咖。比较好看，可不可以我们的歌你们尽量不要跳？还禁止来宾跳，尽量不要跳好不好？跳的比较好看。但是这四位平均年龄是几岁？23。23左右。谁会比较恋爱经验比较浅一点？应该是老妖吧，玛莎。容易中女生的伤。对。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惨痛的？惨痛的嘛，对啊，就第二天在你旁边说你要负责，不会，还没有到那么深入，对，没有，就很少很少谈恋爱，很少，因为他都在训练啊，所以都没教过，没有，林志南哎，林志南，哎呀，他在干嘛？
我们这边林氏男友来吗？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有，我们都有。哎呦，哦，那今天你要好好学喽，好不好？我们三位哥哥教他一下啊，谢谢 gentlemen。好，我来问一下哈，男生觉得现场哪个女大生最会耍心机？嗯，好。女大生也一样问一下啦，请问一下，现场哪一个男大生最容易中女生的圈套？好，来，女生。好，我们先从男大生的这个答案来看，阿 Q。我觉得是梦梦跟那个雅莎，我觉得他们太明显，因为他们一直扬言说讨厌我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是要我引起他们注意，就像国小一样，我对喜欢的女生我都会打她，因为我喜欢她。你还有一个啊，第三个 Joseline 呢，他上礼拜在休息的时候他一直对我搔痒，让我想起来我跟我前女友是搔你还是搔谁？搔痒，他一直搔我痒，让我想起来我跟我前女友就是接吻的时候，之前是在搔痒，所以我觉得他在对我耍心机，但太明显了。他讲完这段话，我真的要严重谴责这三位女生。为什么？就是刚好你们都想阿 Q， 他自己想太多了，他真的是很有毛病的一个人，他会自己偷偷这样靠过来，他说 Hello 这样，然后就这样蹭我们的身体。那是因为他们先讨，他们说对我看到我就，我才这样。那 Jocelyn 为什么要秒低他？心机好重。笑声很奇怪，然后就会觉得，很好笑，然后就会想闹他。刚好你投的是梦梦，对，我是。从他面相上面看来，他就是感觉就是蛮有心机的样子，而且他虽然是我的学姐，他从以前的梦妹妹到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成熟的女子了，所以他也学了，算是学了不少的经验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蛮有心机的。对，我真的是越来越有心机，因为我之前就是读了一本叫做《会撒娇的女人才好命》，我读完之后我就变得心机女了。哦，一定要好好撒娇撒奶。凯浩，你投给 Nina。对，因为我觉得 Nina 她这个人非常有心机，因为她从取英文名字就开始有这个心机了。Nina 的中文叫做什么？妮娜，仿佛就是跟我讲说，哎，凯浩，妮娜。金洋也觉得有道理。对，因为 Nina 其实算是。一定是非常厉害，因为张浩原本可能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是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，他的性向是不明的，所以呢 ，Nina 把他骗到变成喜欢女生，所以算是非常厉害的。乱讲。所以你们如果真的刚好不小心有一个女生身材很好又很漂亮，在你们面前穿帮。wish 你会，我不好意思，好机会。其实因为我们训练四年都住男生宿舍，我们四个都住在一起，都没有女生进来，所以啊，基本上四个已经配好队了，是吧？所以基本上我们像我们如果走在路上啊，常看到那种很辣的女生，其实我们都会。就一直推对方，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，然后假装眼睛没看到，可能会瞄就瞄瞄一下这样子。谁最容易脸红？如果真的看到乳沟会脸红的是 Kenny， 对，好 ，Kenny， 对，是我吗？对，真的脸红，为什么？嗯。可能我自己个性比较害羞型的，对啊，然后就是会不好意思看到这种画面，对。哦，而且六年没交女朋友，六年没交，那所以他们宿舍里都没有低潮这件事。哎，真的，哎，这个我们今天有一些这个女生的恋爱心机术，希望今天大号一起学习一下啦。我们用初级版开始，究竟第一招是什么呢？我们用演的给你看，来来，好来啊，哦。玉祥，今天天气不错，带你去看夜景。好啊，好啊。看夜景，我出来干嘛？戴安全帽，这是要干嘛？有什么心机呢？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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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梦，梦梦，我想要补充一下，如果因为我之前有使用过这招，它的效果成章是非常的好，但是有一个心机术在里面，你不能这样用，用然后说这样，你不能这样大吼大叫，你要说怎么都用不好，然后那种无辜脸这样做做，对，怎么用不好，然后就是还要稍微甩一下那个安全帽，就这样，好可爱，好像可爱，好可爱，对，不能大吼大叫，对，这是我的小心机。可是刚刚玉祥是不是也错失了放电的 moment？ 对啊，因为当
到小兵一靠近他，他们俩就真的很认真在弄安全帽，事实上是不是要电他一下？那时候就用无辜脸这样，无辜脸看着他，大头狗，故意摇一下那个袋子，对，要故意摇一下。这个问一下捐的们会中招，这招会中吗？会的，比圈。对你有没有笑？没有笑，没有笑，为什么？中招了，招没笑。加乐太做作了，因为其实我也不会骑摩托车，我也不会，但是我也觉得这个感觉只是你做一个帮忙而已，没有什么。就是暗恋或者是有一个暗示的东西，但这个有点暧昧，不会开心到。关于骑车的心机，璇璇，我觉得骑车还有一个心机是，就是骑完车下车的时候就脱完安全帽，明明就是照后镜有那个，我就会说，哎，你帮我把安全帽给你，然后叫他帮我敲头发。哦，这很心机。女大生追男心机术，竟是背着男友偷偷来。他头好渴哦，那你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奶茶。OK， 喝。哦，哎呦，这一招有没有用？男生之前跟一个女生，一个女性，然后出去吃饭，她就是用这一招，但是因为她嘴巴真的很臭，然后她那时候喝我的，我就觉得太恶心了吧。我康妮，你要说，我假装矜持一下，然后就说，哎，她为你亲一下了，然后就有点互动，然后她又有点口水的接触这样子。阿公在旁边，我在想她怎么会吃不下。原来你有吃不下。照后镜有那个，我就会说，哎，你帮我看一下我头发有没有乱掉，然后叫他帮我敲头发。哦，这很心机。对，然后他可能就会很仔细的看到我的脸，然后我就会趁机哦谢谢啦这样。可是头发真的要有洗过才行。对，所以不然油油又有头皮屑啊。没关系，各位，我们还有另外一招哦。第二招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请看，请看。哎，运翔，今天电影还蛮好看的。超帅，对，真的是超帅。可是我现在口好渴哦。那你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奶茶。哦，可以喝。哦，哎呦，就是这一招。什么？故意不点餐或饮料和男生共食，这招是修身蛮厉害的。之前有一次跟男生去看电影的时候，然后就是说不想喝东西，后来就在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，就说：“哎，我口突然好渴，可以借我喝吗？”他就说好，然后就觉得这招一定会中。这招真的是女生，有时候比如说跟我们出去看电影，然后女生很多女生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吃什么喝什么？”女生说：“没关系啊，就吃你的就好。”我们说：“哎。”当然是买两个大的啦，这样就错失这个心机。对呀，女生其实是想下一句才不是接这个嘞。对呀，哦，要吃哪里？没有啦。好，请问一下大家这一招有没有用？男生，来，来先问男生。太重了。又婷是打叉的意思吗？对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因为我之前跟一个女生，一个女性，然后出去吃饭，她就是用这一招，但是因为她嘴巴真的很臭，然后她那时候喝我的，我就觉得太恶心了吧？对，哦，所以不能太累的时候去约会。OK， 好，哎 ，Connie， 你要说，我觉得还有一招也是这种吃饭类型，就是要假装自己吃不下，然后就说，哎，来喂你，我吃不下了，然后就有点互动，然后她又有点口水的接触这样子，好可怕哦！阿公在旁边。就是奇怪，你对我从来没有这种过。不了解他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在想他怎么会吃不下。原来你有吃不下，这样吓到。哦，原来有这招。Linda。就我之前在跟一个男生暧昧，然后我就常常会主动去密他说，哎，你在干嘛、啊、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说，我在吃饭啊，然后什么，然后他还问我说，那你在干嘛？我就说，我最近就是一直听一首很好听的歌，就我很喜欢听的歌，然后就传了一张照片给他，传那个这张照片上面，上面写的。什么东西？这样的甜蜜让我就我会暗示他，让我开始相信命运。对，我会暗示他，用歌词暗示。对，用歌词暗示他。哦，会不会那个画面里有你的乳沟会更快？直接乳沟吗？这样男生接得到这种暗示吗？圈叉，我看一下。有吗？我们来问一个接得到的 Ken 哥。Ken 哥说接得到。这个接得到。真的。因为你会。当女生丢给你东西的时候，你会找任何一点一滴的蛛丝马迹来证明说她对你是有意思的。你比较敏感，很明显的，又可爱女人，
用那个对不对歌词的部分，他干嘛停在这一段呢？这个怎么会接得到？我在哪里理解？这个我接不到。接不到的阿 Q， 你接不到。这样我反而还会再推荐他一首歌。我觉得另外一首歌也很喜欢周杰伦的，还有别的。哦，对，我根本接不到，这太细了吧。好，接下来恋爱新技术的进阶版第一招是什么呢？请看。写错了，哎，立刻白借我一下。故意磨过男生身上胸部产生肢体的触碰。哇塞！男生，请问一下，这招会不会中？中中中！这太进阶了，没中，没中，没中，会不会中？会不会中？啊！这个 Masha 你反而觉得是差，这个对你来讲没有任何的感觉吗？我会，我会跟他说不好意思，哎。我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对我先不要，我怕就是有。还是你有幽闭恐惧症，不喜欢被逼到角落？没有没有，就是会很害羞，就是太直接，对对，太直接。他脸耳朵已经红了，对，想到就红了。真的是关在男生宿舍很久了。是，或许这一招对你来讲很 OK 的，蛮好的啊。对哦，这样子碰的基本上，因为胸部嘛，就里面就是心，基本上他就是等于把心交给了你那种感觉。你这么 care 胸部里面的。我们就会觉得说，哦，这个进阶的来了，完了，携手胸部里。所以对男生来说，如果有一个女生这样做的话，你们就觉得她对你是有意思的。有 feel 的，有 feel。我会是这样，代表我会兴奋到忘记想说她是不是对我暗示。因为我沉溺在肉体的欢愉里面，不是因为我不觉得他会这样子对我，只有好兴奋，可是受宠若惊的意思啦。但女生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心机来 ？Linda， 我觉得跟男生看电影的时候，一定要等到就是电影快开始的时候再进去，因为那时候灯就会暗下来，然后就会故意跟男生讲说，哦，我有夜盲症，所以男生就会牵着你的手带你进去，就要牵着你的手，对，扶着你进去，对，好 ，Nina。不是之前就是不是会被蚊子叮吗？然后就会说什么好痒哦，帮我抓。然后他抓就是说帮我叮十字架，然后就会有互动，然后就还可以顺便装可爱这样。张浩林有点变，张浩林装一下可爱给我看吗？用一下了。就是好痒哦，被叮了。你装？那你帮我叮十字架。有可能，对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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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后面在开心什么？张浩什么什么什么？感觉张浩比他可爱一点。但是什么样的状况下，这样的一个肢体接触其实会有反感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少勋，就是我觉得那女生来了就是太刻意，就是她。可能我们才见面一两次而已，然后他就硬要就是可能拿东西就要让全身这样挤过去挤过去，我觉得那太企图太突然，对，太恶心了，对，然后所以也要慢慢来，要慢慢来，对，男生也是要慢慢时机要抓得很准，就如果直接撞进来哇，会吓到，反而就不会有那种心机说啊小暧昧的感觉，可以长相，好，张浩。对，我现在像他们讲的是一样，就是像那种，就是让我想象到大鹅那种直接靠过来抱住你，就觉得你就觉得很突兀，没有那种女生那种害羞想要照顾她那种感觉，所以你就觉得很反感，就觉得这女生太那个怎么讲，太过了，太过了。所以这也就是长久以来女生就算想要主动，还是要看起来是被动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有点暗示。怎么样，苏菲之女你想干嘛？哎呦，我想大鹅，他有时候是很明显，他就跟我朋友，他看我朋友第一次看我朋友男生，他就说。因为我胸罩是不是变色不好看，就把它就是哦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男生会吓到，对，是脸爆。好，但接下来各位还有一个心机，这个心机是第二招，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哇哦，哇哇哇哦！我跟你讲一个笑话，就是啊，那一天啊，650把嗨咖的初吻夺走嘞。假的，而且嗨咖说他这辈子不会再跟女生有互动了。对啊，就是这一招，哪里好搞了吧？当时歪头笑倒在男生肩膀 and 怀里。这招请问对大家有用吗？跟破他 ，gentlemen。gentlemen 几乎全中，哎，哦，但 wish 不一定，我觉得这跟那个38一线之隔而已，就是如果因为有些女生她会啪，我手就打到你的脸，你就会觉得很烦。不过夏天的时候她这样做就觉得很热。但女大生有没有用过类似招数？有没有圈叉？哦，哎，
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怪怪你没有？怎么可能？不是，可是你不觉得女生自己主动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别人，这样会太会显得很亲子吗？就男生都不会这样觉得，你们会？你不要这样讲到这。哎，怎么会？他怎么会突然又变那么？对啊，你怎么？我本来就是好很多女生就走路这样。没有到那个程度。请大声独家暧昧招式，让来宾心房完全沦陷。眼睛好痛。啊，筋痛？不是啦，眼睛痛。好好杀筋吗？女大声有其他类似的招吗？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？雅莎故意跟男生说：“哎，我跟你比一下身高。”然后他就故意这样子踮脚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好像一副好像快要亲到的那种感觉。高马上蛮多的，好像还好吧。哇塞！哇！哎，怎么会？他怎么会突然又变那么？对啊，你怎么突然？你好坏，很多女生就走路就这样，这样。没有到那个程度。男生身上，因为我会觉得男生会觉得，因为男生我认识太多男生朋友，他们觉得说啊中了中了，就觉得感觉是想跟你一夜情那种的感觉。你听 Nina 怎么说，可能有纯情版的暗示。就是之前我们还没在一起，可是已经有点小暧昧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出去，我就喝醉了，然后喝醉之后我就故意走到他旁边，然后我就故意不倒他那边，我就倒这边，然后他就过来说哎你没事吧，他就扶我，然后扶我的时候我就顺便倒他回来。以前我记进阶的进，你那时候有发现吗？我那时候，我以为他真的喝醉，我想说怎么会有人，怎么有人喝醉这样？我在跟他讲说，哎，你喝醉了、喔。他说没有没有，然后抓我手上，没有没有喝醉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还不要说。好，怎么会有人喝醉了？我不要听，这么娇了，还会做这种事情这样？完全蛮意外的，圈套，好可怕哦。其实真的何须这些招，我们真的在圈内看过太多女演员，真的很厉害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捡个东西。哎，那手已经在大腿上。捡东西为什么要碰到我？对，比如说你站在那边，明明就三个男演员，他还会这样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借过一下。哎，手在哪？手又抓在手臂上。很会啊。哎，我的剧本就很会啊，很多女演员太会了，几乎她要什么，她几乎都啊，走啦，我们去玩，我们去玩，你看，哎，就勾了，磨蹭。对，我还是跟你有保持距离，有的是用罩杯直接跟你摩擦，有没有？我要去玩，我要去玩。摇杯，哇，整个人会流什么？流汗的。这真的是，就是很顺理成章啦，是不是？对他只要一点一点来的话，其实他只要你会感觉不到。对，我真的东西掉了，哎，你也不觉得，哎，他是真的掉了，好厉害，然后就被他勾到了。哦，嗯，怎么？你在回想什么？你高兴都不得了。觉得哦，有些时候这真的蛮厉害。是，好，但是各位还有第三招哦，请看。哎呦，眼睛好痛！啊，筋痛？不是啦，眼睛痛，黄跑沙筋吧。还好，就是这一招，假装眼睛进沙，让男生看，然后说趁机可以四目相交，是吗？这是谁常用的招呢？果然是 Nina 常用的招。Nina， 你招很多，这是招女耶，招式。就是女生出去都一定擦个睫毛啊，什么眼线，然后你就出去跟她说，哦，就是我的眼睛很痛，然后叫她帮你看，然后她在看的时候，你就赶快抓住她，吸住她，然后抓她放电，吸住。好厉害哦！所以你跟张浩的初吻，你到底有用什么招？自己讲。哎呦！什么招？什么招？生气啊！没嘛，是他主动的。哦，所以女大生有其他类似的招吗？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？雅莎，我看过一个是我女生朋友，我觉得这招很重。她就是会故意跟男生说：“哎，我跟你比一下身高，你高我多少？”然后她就会这样面对面去比身高。正常而言不是，她就故意跟男生背对背吗？对，可是她就跟你就正对面说：“我看你高我多少。”然后她就故意这样子踮脚这样子。然后这样好像一副好像快要亲到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他就会这样跟男生比身高，然后男生就会吓到说：“哦，你干嘛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，跟你比身高而已啊。”这样比身高有没有中 ？Gentlemen， 请举牌。正面比身高，圈叉。哇，都有哎。对，哎，请问一下，蛮好的，就是。
就是如果可以面对面比身高，他可能会站不稳嘛，就可以搀扶他一下，对，就可能有一些接触这样。接触对不对？Kenny 也是会受不了。对，我会觉得这是，就是当近距离接，就是面对面的时候，会觉得说，哎，这是一个很 close， 代表说会四目会交，会交。交接，交接。那我们再找女生来跟你比身高，可以？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好。你等一下，你怎么有点欲拒还迎的感觉？这是蛮站起来蛮主动的嘛。我不会唱，我不会唱，拿着麦克风。带雅莎来。Action。你跟我多少啊？有很多吗？我觉得我高你算蛮多的。好像还好吧。有害羞的感觉，整个害羞。还是他刚有踩到你？真的吗？对不起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四年了，四年了，每天都在受训，终于可以跟女孩面对面，是不是？对。哇，好，那待会不能拿通告费，谢谢雅莎，谢谢。厉害厉害。真的会耶？纳豆，你碰到女孩子才多，都没有什么招吗？我碰到女生厉害的是根本就根本不用跟你接触，他就跟你讲说，我就他说，哎，你知道我在干嘛吗？我说他问我在干嘛，我说没有，我说我在家，然后我在整理房间，他说他在整理房间，然后就传了一张照片来，就是他整个衣柜的内衣裤，在整理他房间的内衣裤。对呀、啊，他很多那种还有在上厕所的也寄给他。哎，对，对，但没有照到，就是没有漏啦，但是就是会已经够诱惑了。对啊，就容易被诱惑。手机精彩了。对，好，我们接下来要抽签啦，请大家来轮流这个体验一下，对不对？男大生，体验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位幸运的同学会是谁呢？幸运的是谁呢？哦，哎，一直都是他哦 ，Kenny， 为什么这么幸运？哇塞 ，Kenny， 请出列。Kenny 忍得住吗？羡慕，你会炸开。好 ，Kenny， 在我们的对面有一号门跟二号门，那两个不同的女生，她们会有不同的心机，但是她们是用变声的麦克风讲的，你只要听内容，然后去选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首先一号门，在男生开车的时候。我都会故意把手放在换挡杆附近，然后等他们要换挡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。哦，那这块换放排挡杆附近，还是碰？哦，这个你会不会觉得哦？其实还好哎，还好。哇，肩当肩，到手而已。好，那二号门，请告诉我们。你的心机，一起约出去看电影，然后对方就会把双手放在左右两侧的饮料架上，然后我就会假装要去拿饮料，趁机不小心碰到他的手。哦，只要拿饮料碰到手，碰到手，差不多都是碰到手，程度差不多。那你要选择，我选择刚才那位啊，第一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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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欢迎。一号门后面的这一位，来，究竟会是谁呢？欢迎他。哎呦哎呦，这个腿，美腿，好漂亮的腿哦！你看，美腿，有没有很漂亮？哇，还蛮高高瘦瘦的，可以吗？真美啊！军统们，三位男团员都笑得好开心哦。OK。他是我学弟啦，好，政大高材生啊。那凯凯要跟 Kenny 说，你要跟他说什么？老公，我是凯凯。今天这样还可以吗？很漂亮，很漂亮。那个妈小小的是有多开心？觉得躲过一劫的感觉。好，所以你们要做的互动就是延续刚刚那个招数，然后就是。把就是也是像他们一样，把立可就是要拿立可带，然后就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跟揉眼睛的部分，这融合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整个大融合。OK， 所以是在哪车上吗？是吗？还是在教室里？在教室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接下来就是凯凯的爽双时间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All you can eat 30 seconds， 来开始。他的小心机，不好意思，我拿个东西。太夸张，小姐不好意思，太夸张，你的头现在掉了。我帮你剪，我帮你剪。女鬼，这边。他好像有点进沙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。
欣赏，没问题。帮我呼呼一下。他吐沙了，我看一下。这边吗？他放一把菜刀，吐的比较快。这样子沙子有掉了吗？再靠近一点好了。再靠近一点。All you can eat。这样可以吗？谢谢你。还有最后这个，我说凯凯啊，能跟 Kenny 近距离互动已经很幸福了，你还自己加戏，小心受到粉丝们攻击哦。那刚刚很落寞的有二号门，不知道是谁，我们公布一下好不好？二号门究竟是谁啊？二号门会不会是一个大美女？应该，我们通常都是天堂跟地狱。Watch， watch， 看你错过了什么。Watch， 哦，可爱的 Watch 究竟会是谁呢？这么会挑，此刻心中的懊悔。对，她也很漂亮哦。她居然说她也很漂亮。我天哪！一加入那个偶像团体就要说谎。真心话吗？那这位是小雨哦。小雨本来你要跟她一起互动的心机是，就是也是哪里可白，然后也是揉眼睛的部分。惨了，好可爱哦，好可惜，没关系，待会儿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来，恭喜肯尼，谢谢凯凯，谢谢小雨。终极版追男心机术，让现场男生嗨到爆。我手拉掉了，可以等我一下吗？我会说，哎，那个我要绑鞋带，你帮我遮一下，那我就会等于是在他的面前蹲下来。裙子的部分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就可以看到。哦，看 gentlemen 是把脸这样先翻开，就觉得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可是呢 ，wish 第一个又立刻回来再瞄一眼。各位，还有最恐怖的心机是我们的终极版的心机，有什么呢？第一招演给你看。哦，哎，云巧巧，你等下要吃什么？不知道哎，都可以啊。哦好。哎，我鞋带掉了，可以等我一下吗？好。哇！就是这一招，故意穿低胸衣服蹲下来绑鞋带。这招是选璇最常用的，选璇这一招，这一招还要配上要穿窄裙，因为没有这么明显，我会说，哎，那个我要绑鞋带，你帮我遮一下，那我就会等于是在他的面前蹲下来。所以他是帮你遮裙子的部分，就是你帮我遮一下，因为我裙子很短嘛，然后他帮我遮正面，可是正面我也有就是要蹲下，对。哦，他在遮裙子的部分的时候，正好眼睛就可以看到。哦。男生好好笑，因为当年 Ken 哥转头都都快受不了。然后我看到 gentlemen 是他们是有一种就是一二三四很有 tempo 的，就是把脸这样先翻开，因为觉得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可是呢 ，wish 第一个又立刻回来再瞄一眼。啊 ，wish 有舍不得是不是？太近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不太细腻，壮观。摇滚曲，对不对？太壮观了。对。所以这招一定有效吗？男生全插。哇，call你在监控的阿公哎，阿公你回答。我回答吗？就是他也有用过这一招，所以。好险，我还是有厉害的。对，就是。凶杀进场吗？不是刚刚那一招，是刚刚那个，刚刚那个有点凶杀，傻掉，他耳朵又红了。凶杀，对，阿公你完蛋了啦！你已经有一条无形的锁链在他脖子上，对不对？被框牵着。你同学有没有类似像这种的？已经在很大胆的暗示了梦梦。我有类似的，他是一开始初级版的话，就说我喷香水，然后就拿去给男生闻闻看。可是新的是说。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你看一下，我这边还没有味道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刚刚喷的香水还没味道。好重哦！哎呀，又撩头发，又脖子，又发香，又有这个脖子香。哦，脖子香，哇，这边已经在暗示了。罐罐呢？因为我觉得直接就。
大露奶的话，有时候会觉得太不庄重，然后又很暗示。像如果穿短裤或短裙，雪雪你可以帮我示范一下吗？就是你背对他捡东西，所以等于说是你屁股整个这样。哇塞！哦，有一点东九的感觉。因为我今天穿长裙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象，因为我做男生都觉得这比乳沟还要更暗示。怎么做？是不是？对啊。萱萱是翘，同时翘的东西。我是整个就是这样的对男，影响他的。纳豆哥流鼻血了吗？纳豆哥，来来，还好吗？哇，这都会太直接，他整个就是大露屁股。不是，可是他是因为他就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，因为他捡东西。对 ，OK， 他不是无缘无故就屁股面对男生就有屁股蛋，可你故意不弯膝盖就对，故意不弯膝盖是吃筋很软的才可以耶。嗯，对啊，筋要拉一下。如果这一招就足够了，接下来还有第二招，第二招是什么呢？看一下。哎，今天好像有点冷。对啊，而且你看，嘴唇都裂开了。我有带唇膏哎，你要吗？这样不太好吧？没关系，这样才好。擦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哇，这已经是男女关系。就是这一招。唇膏，好，这一招是亚莎，又是你吗？对，其实这招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身材嘛，所以我们就不能用身材去对男生耍心机。可是你可以就是故意带嘴唇，对，故意带你不是带那种棒状的那种护唇膏，你是带那种挤的，对，或者是那种一个就是像小护士那样，然后你就这样把它拱，然后这样子弄。因为男生这样不会再保养自己的嘴唇，然后你就说，哎，你嘴巴有点裂开，然后你就这样帮他擦，然后说你不要动，然后再这样子上面再这样擦，然后说你再抿一下，他就这样在你面前这样一下，你就会觉得男生就会觉得你摸他嘴唇那时候是很重。这一招，这一招有用吗，兄弟们？有用。可是我遇过进阶版的，就是他是自己擦得很油亮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嘴唇好干哦，他就这样子。哦，他直接，他是用这种方式。这个我有遇过更，然后就直接抖一下，直接抖了一下。这边有恶魔版的，你要听看看吧。好，好姐姐，没有啦，因为是老公啦，所以就是比如说，就直接用嘴巴去帮他擦，用盖印章的方式。嗯，盖完也可以，对，盖章再多一点。老公就不一样，对 ，OK 啦。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呢？可以碰到对方的敏感处，萱萱。就是吃饭的时候，我会先递给他卫生纸，说：“哎，你嘴巴脏脏的。”然后他擦完，然后我这时候，即便他嘴巴不脏，可是因为他没有镜子，我就说：“哦，你很笨哎，你都没擦干净。”然后就帮他这样弄。对，就是还是摸到他，可是他已经擦干净了，你都会照做。对对对，凯浩，你是比较冷静的吗？哦，对，其实这一招对我来说其实有点失效了。哎，但你还打球这么酷？对，因为有时候有效是分两种，一种是好笑的笑，这种会让我笑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摸到嘴唇，我算是比较敏感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他一摸的话，我会直接笑出来，直接会变重。还在听，不要有太爽的表示，嘴就敏感。好，各位，接下来我们的终极版还有最后一招是什么呢？请看。哦，你被人杀出来了！等下，我也想喂卫生纸，卫生纸，等下。小心病在看哦。注意好，注意好。巧巧。帮忙擦。好，全场男大生有没有用啊？包括 gentlemen， 请举牌。哎，汪小说没有用，因为我会很认真看待这件事情，就是你有洁癖是吗？我会直接一定要把那个水吸干，因为我怕女生感冒或者是怎么样，我会赶快去帮她擦，就不会想那么多。哦，对对对，那肯尼，你刚刚也是打擦？其实我是圈啊，我只是刚才翻错了，看傻了，对对，看傻了。对，有用的，也是有用的。对，加乐，我觉得这个是蛮有用的，因为你是必须要去看那个女生的眼神，然后就是你要真的要帮她，对啊，因为她刚刚那个女生很无辜，就是哎，你要帮我，你要帮我，然后我会觉得就是我没有办法，就是我一定要帮她，对，要帮她，然后就太害羞了，对。哦，这点魏雪一定是扑上去的啦。没有，他看挤的很大力，他满脸都喷得到处都是，然后他就是。
那个杯子啊，杯子挤得很大力，然后就全身都是。那如果是饮料的话，就会其实会对会有点，就想要帮他赶快擦干净这样。女生还有类似的招吗？梦梦，这一招就是我使用的，就是首先你手上非常非常多东西，我是建议用水就好，因为如果有咖啡那种洒一点，这种身上也不大好，而且你要穿那种稍微低胸一点的。然后对，比如说他在擦的时候，你还要跟他说，你不能碰到胸部哦，就是你要先跟他说装矜持，对，装矜持，好坏哦，对，就是要故意跟他讲出那个，然后还一边要跺脚说怎么办怎么办，对，要讲出关键字，男生就跺脚，然后就会有晃动。萱萱。我觉得这肢体接触男生是真的会小鹿乱撞，像坐在男生后座，机车后座，那就可以似有似无的不小心碰到他的背后。其实男生是可以感受得出那个，波动，所以就是你要似有似无的，就是哎，你跟他讲话，然后不然碰到他，然后就又再退回去，然后又在听他讲话，又再碰到他，再退回去。这跟跳沙的原理是很像的，是不是？要先这样拉一拉，拉一拉，不能立刻勾起来哈。玩这一整集，请问男大生有什么话要说？你们终于了解女人，其实他也是爱你们呐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话可以形容女人的心情？张浩，对，其实我这样今天弄看完以后，我觉得女生其实蛮辛苦的，因为他们又想要主动的进攻，可是你这样子可能男生又会不喜欢，他们就得要一直暗示你。如果你遇到比较迟钝的，他们真的是蛮辛苦的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看这集，我真的蛮感动的，就觉得人生处处充满了希望跟暗示，感动女生花这么多的心，珍惜这个心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线上帅哥，今天我们要唱什么歌？代替太阳。欢迎 Jimmy。的太阳上升，你选择发光发热，我是明白你要的，再来我会为你轻易试着，不再让你气可以胆怯，就算世界风采改变， I don't care sunrise or sunset， baby girl let me take that place。 你选择不发的旋转，一夜没尽头，回忆停在眼前的温柔，思念会放大了寂寞，情绪又乱流，心就要跑出胸口，去追去问去听你埋藏的沉重， why why why， 不相信我会不痛，不哭不怪不说，你拿走幸福以后我做梦都痛。有女人手代替太阳的存在，直到你怕黑怕冷会躲起来，不选你越多爱和多坏，懂你很容易不安，就更疼就更爱，代替太阳的存在，你曾经被伤害过，我还在黑暗最需要温暖照亮。Baby come to me， 亲爱的 don't cry cry， no bye bye。消化了岛屿，承诺永恒的不再隽永了。但世界一定会记得我们的拥抱有多火热，热烈燃烧代替太阳的存在，直到你怕黑怕冷会躲起来，不确你越多爱越多坏，懂你很容易不安，就更疼就更爱，热烈燃烧代替太阳的存在，你曾经被伤害过，黑暗最需要温暖照亮， Baby come to me， 亲爱的 don't cry cry no bye bye， 热烈燃烧代替太阳的存在，直到你怕黑怕冷会躲起来，不选你越多爱怪不怪，懂你很容易不安，就更疼就更爱更爱，热烈燃烧代替太阳的存在，帅帅帅！谢谢 ，gentlemen，
企图心的一个男团啦，不但是会跳，也要会唱，对不对？还特地上了这个唱歌的课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培训整整15年啦，才让他上。好不好？请大家支持，也请你们小心女生的心机啊！不然没事。